这段影片放到网络上给全部的人看。我们这主要报告的是副甲状腺，我的贡献百分比是60%，张富宇的贡献百分比是40%。副甲状腺是什么呢？副甲状腺是脊椎动物的一种分泌腺体，调节钙和磷。它与甲状腺在喉部位，可是两者并无密切的关系。甲状腺副甲状腺通常有4个，分为上下2对，大小大概跟豆子差不多大。副甲状腺的激素能调节体内钙磷的代谢。副甲状腺细胞主要有主细胞和嗜酸细胞2种。嗜酸细胞较主细胞大，数量较少，散在主细胞之间。细胞和明细胞。